咁今日我想为大家介绍嘅呢本书咧，就叫做《青苗录音：十二位杰出学生的故事》。咁喺呢本书入面咧，我哋访问咗十二位获得杰出学生奖嘅得奖者啦。佢哋已经毕咗业，啱啱投入社会。咁佢哋有嚟自演艺界啦、科研界啦、法律界啦等等唔同嘅专业。有啲嘅得奖者咧，依家可能亦都开始佢哋创业嘅项目啦，去投入佢哋自己嘅事业。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去访问一啲杰出嘅学生啦，透过了解佢哋嘅一啲嘅故事，从而令到读者咧系对自己未来嘅人生规划咧有一啲新嘅想法，直至人哋成功嘅道路咧可以揾到自己未来嘅一啲嘅新嘅方向咁样。《青苗录音》呢一本书咧，依家应该喺各大嘅书局咧都有得卖噶啦，欢迎大家可以买一本翻去睇下，或者喺图书馆嗰度借阅啦。